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大上寿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这大哥很诚恳，他说我想跟你握个手，但是我没有礼物，哈哈。谢谢，节目一场接着一场。对了，刚才这个节目叫做李二嫂感下，哎，这不是一段传统的相声。是啊，这是我们后台这些演员一起研究的、嗯、啊，这个刘鹤春、关鹤柏，嗯，说的不错，下去休息一下。是，这场呢又把我们哥俩换上了。还是我们俩，其实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合作时间很长了，不少年了，今年差不多9年的时间了。9年了，明年是第10年。嗯，台底下关系特别好。是，台上是老搭档。哎，他对我也特别好。是吗？好比是亲哥哥一样。有这么一说呀。他媳妇对我也特别好。嗯，这你们笑什么？你这甭笑的，各位，你们心里要干净一些好不好？龌龊，真的是。嗯，嫂子对我特别好。对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他我们三个人这种爱情关系呢，你等会儿好好。对，你这会儿在笑，对不对？不怪人家不说什么呀？这怎么了？什么叫咱们仨的爱情关系？咱们三个人爱情吗？您等会儿吧，我跟我媳妇儿是爱情关系。那我呢？你但凡有关系啊，你属于结晶。讨厌，占人便宜，看这话，谁占谁便宜啊？瞎说，友情关系，我们三个人这种友情关系、嗯、好有一比。嗯，这是我的哥哥，是，那是我的嫂子，没错。我啊、嗯、就好比是武松。大哥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受小弟一拜。你别拜了，嫂子可好？你行了，你好着，你管不着啊。嫂子在家，你等会儿吧。啊，行了吧，去看看。没，我不看，我看我得给我踹死。给你毒死啊！行了，行了，别说这个了，开玩笑。哎，三句哈哈，两句笑，嗯，这是正常的事情。因为关系好，他对我确实是非常好。嗯，偶尔呢，买点东西上我们家看我去，串门嘛。按说岁数比我大，嗯，是不是？人家买东西看我去，对，买个冰箱，买个洗衣机啊，买个电视上我们家看我去，礼尚往来。您等会儿，岳老师，我串个门买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呀、啊，我干嘛呢？就串门嘛。这是串门，我跟你搬家去了吗？这不是，不是，没有啊，礼尚往来啊。你也上我们家？那当然了，他也得送我。我买个冰棍我去看他去，你知道吗？买什么冰棍？买个冰棍看我去？你听成冰贵了吧？那没有没有。哦，买个冰棍看我还缩了的去的，你不就买一棍儿瞧我去了吗？合适吗？不合适。你哪不你买一箱冰棍呢？你也得买点点心呐、哎，水果啊。啊，对对对，没事瞧他去，瞧瞧我。这不前些日子吗？嗯，我上北京的西单去旅游，正好啊。西单叫旅游了，那叫逛街。西单去逛街，哎，正好路过他们家，他们家住在西单附近。就那边。你想想，西单附近，各位，嗯，多有钱了，都是平房。平房怎么了？四合院、嗯、啊，这倒是有钱呀、啊。我一瞧这是孙宅。嗯，这个孙宅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孙宅我得进去瞧瞧。这个孙宅我抽你，你信吗？说相声说的好好的，抽我干什么？骂什么街呀、啊、你当我听不出来呢？大舌头骂街骂不清楚，孙子不叫孙子，叫孙宅。堵门口孙宅干嘛呢？我是大舌头吗？你骂什么街呀、啊、孙福老孙家。老孙家，哎，我得进去瞧瞧啊！瞧瞧吧，啪啪啪一打门，嗯，当时里边出了一人，谁呀、啊？他的小媳妇儿。对，我的小媳妇儿。哎，等会儿，越来，你美什么呀？不是，什么叫小媳妇儿啊？这么说吧，嗯，孙老师的婚姻特别的坎坷。这都什么形容词啊？坎坷。哦、他4岁就结婚了。我也是着急，嗯。这叫什么呀？什么呀？童养媳。对，谁养谁呀？童养媳，他媳妇也不大。我媳妇47啊，还是48？我没法过。我娶一奶奶，没有共同语言，多新鲜呢！他媳妇不跟他玩游戏，废话，玩不到一块儿，没法过。
一直修书给人家修了。干嘛修书啊？你等我长大了他也差不多了。你丧偶总比离异强啊。什么思想什么思想，对吧？我耗死他，我真行。后来人家就走了。那是让他走、哎、后来又结婚了啊，又娶一个。娶这个媳妇好啊。是吗？漂亮好看又贤惠。被他二舅领走了。对吧？你等会怎么被我二舅领走了？变成了你现在的三舅妈。哦，媳妇是工友的。哦，什么工友的？怎么变成我三舅妈了？目前娶这个媳妇是最好看的。哦，目前这是我的。哎，下岗的香港小姐。下岗？那能好看吗？当然好看了。那玩意儿都下岗了。为什么下岗啊？没有后台。哦。没有人撑腰。哦，没有这个金主啊。对了，人家那腰都别人撑着，他媳妇那腰别人撑不住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媳妇太胖了。不是，没有人撑腰，就没有后戳。哎，后来嫁给了他。啊、就打里边出来了，老打里边出，哎，边走边唱，哎、哦啊，我媳妇还唱，淅沥沥沥把门开开，哗啦啦啦又把门开，开开门儿啊来，原来是岳秀才。就这模样还秀才呢，哎，韭菜差不多了。看见我了，要跟我说几句。哦，攀谈攀谈。讨厌哟，缺德！你弄你弄，臭嘎嘣！这老不来了就可以了。这是攀有事儿是怎么着？你们俩这攀谈嘛？攀谈嘛？老不来了什么意思？这他跟我这样，嗯，我能跟他这样吗？你可不行。俗话说得好、啊，说什么呀？老嫂子比母，小叔子是儿啊。你得尊敬他，咱得规规矩矩、一本正经的呀。嫂子，嗯，我最近忙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哎呀，啊，就忙了一些。你是不是哈喇子都下来了？干嘛呢？咽吐嘛？这半天了，这没有吧？你瞧那狗粮了是怎么了？你拿自己媳妇当狗粮？你是什么孩子？我拿你当狗的那是，真行着，好好说话。嫂子，最近有些忙，哎、这不是最近比较事儿比较多嘛？啊、嗯，又是拍电影啊、电视剧啊、做综艺啊，我不是个明星嘛？我呀，以后有时间，没一个卖钱的。别起哄，那个以后我常来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有功夫了以后啊，行，嗯，以后常来。我媳妇吃了狗尾巴草了，这是。快进来哟！干嘛呢？这说着话把我领进院了。哦，进院了。进院里无论如何我得问问他在不在家呀。哦，你眼里还有我。哦，当然有你了，防着我呢。那当然了。哦，我说嫂子，那个孙悦在家吗？我。谁？哎哎，等会儿，这是我们家吗？这个，你爷们儿孙悦，爷们都不知道了。哎、孙悦呀、啊，啊，喂王八了，喂王。我一听，嘿，哎、这不错、哎哎。你才喂王八了呢，你让甲鱼吃了。什么耳音？什么耳音？什么叫喂王八了？谁说喂王八了？你说的。我说的是上老张家忙活去了。上老张家忙活去了，八个字，喂王八了，这刚仨字儿。你什么耳音？上老张家忙活喂王。我是不是上火了？最近就是上火了啊、哦！忙活，嗯，出去了啊！还、嗯、我还不在家，出去了，嗯，哎，你也走吧，走吧，我不能走，不能走。不是你找地儿忙活去吧？不行，我突然间想起来了，嗯，家里还有一只老母亲，等会儿。你妈论只啊，啊！你那么开心干什么？废话，一只老母亲，你妈是一对儿的，怎么着？你妈是一对儿，这一只像话吗？啊、母字错了吧？不，没有，单位错了，这玩意儿。单位错了。哎，一位啊，家里还有一位老母亲。哎，对我妈。这我得进去瞧瞧啊。要瞧瞧我妈。我说嘿，那个嫂子，嗯，老太太在家吗？在吗？上房了。嘿，我妈是猫啊。我说你妈是猫了吗？老太太上房那不是猫吗？在上房屋待着呢。
啊，这正堂屋。哎，正堂屋。哎，这我得去瞧瞧吧。瞧瞧老太太。哎，推门我就进去了。啊，我说实话不太礼貌，没有敲门。你看你这玩意儿，就进去了，也不挑理。进去一瞧啊，啊，老太太背对着我。哦，面冲里。但是腰不弯，背不驼。那很好，精神。鹤发童颜。那是。他母亲特别年轻。哎，在那看书呢。看书呢。手里拿着一本《金瓶梅》。我。那个妈下次把门插上。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，那是把书本一合放回原处不看了，换一本插图版的。妈可以了，妈行了，妈可以了，我妈好看动漫。我呀，我打开这个尴尬的局面。是你吓老太太一跳的。我说嘿老太太，嗯，你好啊。嗯，老太太一扭头看见我了。看见你了。讨厌，什么毛病？缺德！你臭嘎嘣的，你老不来了你。我当我妈那时候就这样。小孩，老太太，不好意思啊，嗯，最近有些忙啊。您挺好的呀，挺好的，挺好。你坐着，啊，咱娘俩聊会儿天，多好。老太太再一扭头，我发现一个情况。什么情况？她后边梳了一个卷儿，发卷儿。哎，上面插着一朵小红花，这什么意思？不是，这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这是我妈的好日子。你妈结婚？你妈结婚？你急什么？废话，好日子结婚呢。你说我妈的好日子不是结婚吗？就结婚这好日子啊，生日。那天是你妈的生日。哎，对对对。嗨，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呢，我还老张家忙活着呢。这我不知道啊。那是，甭说你了，行了。那天是你妈的生日。是。嗨，我不知道，是你妈的生日。哎呀，是你妈的生日。各位听见了吗？有骂街的嫌疑，看见没有？没有嫌疑，纯骂街呢。废话，我母亲的生日。那天是你母亲的生日。哎，我不知道。是，我老太太今天是您的好日子。对，今天是您的生日。啊，我不知道。怎么？您不要挑我的理。是，明年的今天就是您的周年。对啊，时候死了是怎么着啊？今儿就得死是怎么着？整整一周年嘛。没听说过，还是您的生日。明年的今天还是您的生日。哎，到时候我再来。您来吧，我买些东西瞧您来，瞧瞧好不好？嗯，甭废那话。哎、啊。咱家俩聊会儿天我就特别的开心。哎，多好 啊， 啊，我说得嘞、嗯、聊着天我们俩正聊着呢啊，就听外边脚步声响。我回来了。老有你，老有你。我们家怎么都没有我呢？三个姐姐回来了。哦，我那仨姐。哎，你看看三个姐姐嫁到一起可是不容易。怎么呢？大姐嫁到了北京的密云郊区，二姐嫁到了北京的怀柔郊区，三姐嫁到了北京的平谷。哇，我们家农村包围城市啊。凑到一起不容易啊。那是而且各自手里头拿着东西呢。啊，寿礼。大姐牵了两只羊。你看特产。二姐提了两只鹅。多好。三姐拿了两只鸭。你看不错。出门迎接。嗯，我说大姐二姐三姐啊，你们好啊。是啊。姐姐们说话。姐姐说什么呀？讨厌，缺德，你臭嘎嘣的，你老不来了你、哎、对，我们家门风这是啊。我说姐姐们，这话我不能乱说啊。怎么呢？您老不来是我老不来。你老来啊。我老来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们啊，来，进来，回去我就安个监控。哎，进来，姐姐们进屋里，嗯，跟老母亲在那聊天，是，正聊着呢，嗯，汽车声响，我回来了，我听着，哎，停在你们家门口，那就是我呀，我开车回来了，不是你，怎么还不是我？出门一瞧啊，嗯，一辆大车在那停着。大车，嗯，13开门的凯迪拉克、奔驰、宝马，这是什么车呀？攒的。哦，刹车攒的。哎，13开门。从上面下来一个姑娘，女的，穿金戴银，有钱，穿了一个红色的旗袍，喜庆，美呀。那是。我说，姑娘，您是哪宅的小姐呀？谁呀？姑娘说话了，啊、讨厌，缺德。我一瞧，这是你们家人。是是，行了。我们家人就这口风啊。我说嗨，我不认识您是哪宅的小姐呀、啊？啊，问问呀。还哪宅的小姐？啊、我姚宅的小姐、啊。姚姐儿啊？我说姚姐了吗？说我说姚姐了吗？什么叫姚宅的小姐？你妹夫不是姓姚吗？
倒霉名字呗。这不是你老妹妹吗？我妹妹回来了。这是老妹妹呀、啊。哎呦，哎呦喂，好久不见，是都长这么大了，漂亮，越长越漂亮。是，可说呢，嗯，可说呢，嗯、啊，我也老没看见你了。是是是，咱俩在这聊一会儿天怎么样啊？过去，穿着旗袍干嘛呢？这是，他热，他扇一扇呢。扇也没有扇旗袍的呀。我也说了，对。别看了，就他看两眼还别扇了，屋里凉快啊，有空调。对，走走走走，屋里别着急，我带点东西呢。我妹打开三个后备箱，仨后备箱，哎，拿出了两只野鸡。好呀，这野鸡在里跑呢，这是啊。我搀着野鸡领着你妹妹我就进去了。哎，不对，是吧？这都什么词儿的，什么搀着野鸡领我们提了你妹妹，拿着牵你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，我妹妹头着走，你跟野鸡在后边跟着。那么大规矩干什么？那就得那么大规矩。总算是进去了。嗯，进屋里啊，大姐说话了。我姐说什么？今天咱们姐四个到齐了啊、哎！咱们今天是咱老母亲的生日，是每人呢说这么几句吉祥话。哎，好，祝老太太生日快乐。这喜歌以什么为题呢？嗯，各自手里拿的东西为题。寿礼。我是大姐，我先说。姐姐来。我牵的是两只羊啊，我姐。今天上寿两只羊。羊。炕上坐着有寿的娘。嗯。一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娘富贵绵长，富贵绵长。多好啊！你妈很开心。是我妈。我妈捣蒜呢，是怎么着？该二姐了。干嘛？二姐拿了两只鹅。哦，姐。今天上寿两只鹅。嗯。炕上坐着有寿的婆。婆。一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娘富贵三多，富贵三多。多好。你妈很开心。许三多，许三多，许三多。喜欢王宝强。嗯。该老三了。是。今天上寿两只鸭。鸭。炕上坐着有寿的妈。嗯。一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妈富贵荣华，富贵荣华。多好啊。很开心呢。哎呀呀呀。我妈也吃蒜。嗯。该老妹妹了。我妹妹看我的哟呵，今天上寿两只鸡。鸡。炕上坐着陈冠希。没有没有，不不招这个。炕上坐着有寿低。有寿低。一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娘寿比天齐，寿比天齐。多好。你妈很开心。哎呀，我妈二傻子。你说今儿四个到齐了呀。嗯。啊，吉祥话也说了。对呀。说实话，我站在那儿多少会有些尴尬啊。走吧。我上哪儿去啊？回家。不行。走吧，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。你还有什么任务？哈哈。然后呢？过去了。我得喊上你媳妇儿。你喊我媳妇儿干嘛？忙活忙活。忙活什么呀？嘿嘿，忙活什么呀？做饭呢。哦，你帮厨。那当然了。哦，那当然了。那行那行。哎哎，你喊我媳妇儿 A。我喊他 B 合适吗？不是，您喊名字，要不喊嫂子，对，要不喊大娘。心灵，什么？心灵，我媳妇潘金莲。我说她姓潘了吗？我说她叫金莲了吗？那什么叫金莲呢？她叫银莲。银莲，谁都能刷卡那种。哎，像话吗？这都阿莲好不好？那叫莲。嗯，莲，阿莲。嗯，莲，走啊。啊啊，可以了吗？哟，等半天了，这是你说清楚干嘛去的？做饭去。那做饭说着话，他媳妇把我领到了卧室。哎呦，出来出来出来，你们家上卧室做饭啊？急什么急什么？废话，你们家你不急？你们家那房子盖得很缺德。什么叫缺德？你看啊，它是一长溜，长溜，男厕、女厕、客厅、卧室，你妈的卧室，然后厨房。男厕、女厕、客厅，我妈卧室，卧室厨，这不猪圈吗？形容自己家是猪圈。废话，有这么盖的吗？你为了赚点钱你豁得出去呀、啊、谁豁得出去呀、啊、有这么盖房的吗？你就说直奔厨房就完了。直奔厨房、哎、到了厨房门一关一插、哎、大缸一顶，窗帘一拉、哎、嘿，我们干嘛呢？我不要脸了吗？这不怎么了怎么了，你上厨房关门拿缸还顶着脱什么衣裳，你干嘛？你这个人脏心烂肺，
我还没敢脏呢，我告诉你，脏心烂肺。怎么了？我问你啊，你们家没有抽油烟机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啊。一会儿我一炒菜一炝锅，这个油烟飘飘荡荡晃晃悠悠来到你母亲那屋，把你母亲呛着怎么办呢？哦，你怕开着门油烟子飘出去把我妈呛着啊？你们俩把门关这么严实，你们俩就不怕了吗？我们不怕。你怎么不怕？人工呼吸。没有没有，把门打开。行行，把大缸挪开，把门打开，门打开，窗帘拉开。对，嘿，你是臭不要脸吗？这不是，哪儿就臭不要脸了？门都打开，你脱什么衣裳？穿围裙呢？你们家穿着衣服穿围裙呢？你们家都脱光了套一围裙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我现在就有去你们家串门的心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家不是脱光了穿围裙吗？我们不去，我们就有什么都套在外头。啊，那你们家挺各色的啊。是你们家是挺色的，我倒知道啊。我们家祖传这样啊。哎呵，靠，要不你们家孩子多呢。哎呀，啊，还可以那样啊！废话，就是套在衣服外边啊。行行行，脱光了穿，套好了围裙呢。哎，我们开始忙活。忙？你干嘛？什么叫忙活？嘿，什么做饭？哎，做饭。哎，您这是做什么饭呢？啊？你说做什么饭？你说做什么饭？我不知道做什么。和面呢？你不得和面吗？吃不了那么多，就弄个面盆在里边活就行啊。行行，对，还俩盆，你看了吗？你不得活面吗？就好好活就完了。长寿面。行，按照你的姿势啊。嗯，对，各位啊。嗯，行吗？你看不比划，这手还得扶着，对不对？行了行了，怕盆飞了。行了，别比划了，您就做饭就完了。行行行，哎，和面，哎，旁边还有一盆生米，我们得给它弄熟了吧，对不对？生米煮成熟饭。您这都什么吃法？这是活的面蒸的米饭，怎么吃啊？米饭拌面是怎么着？啊，蚂蚁上树。不好吃吗？废话，那能好吃吗？行吧，总而言之一句话啊，我们俩正忙着呢。哎，嘿嘿，别，俩人。就说清楚做饭。哎，我们俩正水火正在什么交融？不是做饭。行，我们俩正坐着呢，然后呢？饭我说不成了这个相声啊。各位怎么意思？老拦着我。我告诉我现在就想回家了，知道吗？我行，饭我们俩正要做成熟饭，然后呢？俩人正做着饭。行，我们跟你们交流不了。我跟你们，我们俩正做着饭呢，你知道吗？就听外边打起来了。那是我回来了。你老惦记回来，我告诉你，孙悦，怎么了？这段相声里根本就没有你。我们家是寡妇大院是吧？你老憋着回来干什么？我就回来，我就杀人了。我回来干嘛？我外边打起来了。嗯，谁跟谁打起来了呢？有正义的，他那个儿子。我有儿子了。我的那当然了。哦，四五岁小儿子。哦，跟他母亲打起来了。跟老太太打不着啊。他儿子呀，小男孩淘气不懂事，小孩都那样，站在桌子上跳舞。那孩子嘛，没关系啊。嗯，他抱着暖瓶跳舞。哟，他烫着，暖瓶里没有水。哦，那没事，那没关系。嗯，但是暖瓶脆了。脆了吧，暖瓶脆了也没关系。嗯，但是里边有一个值钱的东西。瓶胆。不是。什么？他母亲的烟袋锅子。就你烟袋，按说烟袋锅子正常啊，但是他母亲的嫁妆。不是，那藏那儿，咱不说值多少钱。你等会儿，有纪念意义。你等会儿，我妈嫁过来就赔了烟袋锅子过来，太穷了吧？这也很值钱的一个东西。那这能有多值钱啊？脆了。哦，烟袋锅子有纪念意义啊。哦，这我姥爷留的。那可不是吗？你算一算，嫁过来十几年了，对不对？你等会儿。后妈呀，
亲吧亲吧亲吧，这是好几十四五十年了、哎、对对对，哎，他能不生气吗？我妈生气了，哎，在院里追着他那小儿子打，追着孩子，小孩跑得快呀，呦呵呦呵，啊，他儿子随他也长得也胖啊，左腮帮子碰右腮帮子啊就跑，孩子已经承认错误了。他妈妈追不上他，那是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四个姑姑一下，啪，把这个小孩摁到地上，啊！哎，四个姑姑举着这小孩，妈妈给您揍他。这是白骨洞啊！这是。再看他母亲啊，孙子，哎嘿嘿嘿，告诉你，哎嘿，老太太别骂街啊！谁骂街了？你骂什么街？什么叫孙子？干嘛呢？骂什么街？他喊他叫奶奶，他是不是应该喊他叫孙子？你回家了。你奶奶喊你孙子，你抽他呀？我怎么这么混蛋呢？我说的是啊，说的是啊。您这是辈儿是吗？那当然了。哦，不是马街。啊，不对，不是。哦。孙子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不是还是马街吗？今天我哎，下不去手。我没有打隔辈儿的。打哟！踢出去了。嚯！两秒钟，孩子啪落地了。哎呀！他母亲走过去，打打打打，连环脚。哎呦呵，无敌鸳鸯脚！哎呀呀呀呀呀！踢了有七百多下。嚯，老太太身体可以啊！再看这个孩子啊，七窍流血。哎呀，都往外喷呐！嚯嚯嚯，好家伙的！哎呀，三分钟以后，孩子哇哭出来了。那说明活着呢。孩子一哭一闹，啊，他媳妇受不了了。我媳妇听见了，怎么着？啊，哭了，哭了，赶紧穿！你赶紧，哎，等会儿，哎，等会儿，什么叫赶紧穿呢？哎，还说说错了，赶紧换。不用换，把围裙摘了。我不用摘着，要不让人误会。不，你摘了就误会了。带着出去还挺好，带着出去，带着出去啊！行行行，穿着围裙就出去了啊！不到十秒钟又回来了，怎么回来了？忘穿鞋了。哦，没穿。您等会儿，你做什么饭还光着脚啊？哎呀，你甭管了。然后呢？我甭管了，我出去了。出去一瞧，孩子。哎，孩子马上死了呀，那是逃到血泊里了，很难受啊。是啊，再看母亲怎么样，正在那儿分吃分吃的难过呢。我这个形容词真好。好，我妈是汤姆。你说埋怨谁？哦，埋怨老太太。是，不敢。怎么呢？埋怨孩子啊，他已经是那样了。那样你怎么埋怨呀？但是还是心疼孩子。是啊，母亲嘛、啊、对不对？唱上了。我媳妇儿，哎，还有这心呢？唱的是埋怨老太太的词儿，是吗？忽听外面锣儿嚷嚷，不由得奴家心里慌。来到外面用目望，婆婆你不该把她伤。打孩子，铃儿铃儿铃儿铃。行了，你别伴奏了，伴奏干嘛？他母亲一听呀，怎么着？就火。我妈要疯啊！这是拆了我烟的埋怨我。是啊，他母亲张嘴也唱上了。我妈唱什么呀？金鼓梆个梆个梆个。别唱，